Trust 成员 Sana 做出令人震惊的动作。Trust 豆腐多贤在 VLive 直播时 ，Trust 部分成员也惊喜登场，以亲密的气氛进行了直播活动。其中成员们一起为多贤准备蛋糕，这时 Sana 做出震惊的举动，让粉丝们大吃一惊。当天 Sana 身穿休闲装和眼镜，似乎没有涂上唇膏。Sana 一摘下口罩就叹息说：“万死，我的嘴巴没有颜色。”把唇膏放在宿舍了。之后 Sana 开始担心自己的嘴巴没有颜色。在这种情况下 ，Sana 注意四周。似乎发现 Mina 的嘴唇上涂了浓厚的唇膏，下一瞬间 Sana 把手伸向 Mina 的嘴唇，用手指擦着 Mina 的嘴巴，然后将唇膏涂抹在自己的嘴唇上。多亏 Mina 的嘴唇涂着唇膏，才能跟 Mina 借了一点唇膏涂在自己嘴唇上。对此 Mina 不以为然地笑着说，这个是垫子，但是他本人对 Sana 行为非常满意。接着 Mina 高兴地吃起了蛋糕，看到这一瞬间的粉丝们非常震惊，小 Sana 你在干什么？小 Sana 和 Mina 的间接接吻，因为这个没 Sana， 小 Sana 的意外举动和 Mina 的关系让粉丝们受到冲击。爱豆韩社每日解说最新韩娱，欢迎点赞和订阅哦。